今天啊，铁路圈要迎来一件大事情，首趟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开行。中老铁路将从昆明南万象站双向对开国际旅客列车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带大家打卡一下从昆明南开往万象的1887次首发车。位置呢，就是昆明南站国际旅客列车的一号站台，再有半个小时，从昆明南开往万象的1887次列车就要从此处发车了。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已经有很多旅客在候车了。那边好像还有文艺表演，一起过去看看吧。期待这趟旅程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要抓紧上车了。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:08，1887次列车已经是离站台，再过10小时30分钟就能抵达万象了。您作为首批的乘客，就是您心情怎么样？我是通过后期来的，我的号是最后的。我又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节日，就是我们傣历新年泼水节。我感觉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，又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。我刚发现啊，列车上有很多细节非常贴心，在每一组座椅下方都有中国和老挝标准电源插座，两国乘客不用接转换头，插上就能使用。还有一些旅客信息，包括广播啊、目标识之类的，也都采用中文、老挝文、英文三种语言，而且乘务人员也能够用中老两国语言服务。出境手续办理完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目前呢，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采取的是两地两检的通关模式，也就是说要配合中方海关和老方海关各完成一次检查。老挝入境通关手续办理完成了。刚刚呢，从办理入境手续的大厅出来，我们就感受到了老挝人民火一般的热情。接下来的几天呢，我就要一直驻扎在老挝了。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新社、中新网，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关于中老铁路的相关新闻。再见。